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那今天就来到餐车市集，这是市集的招牌。刚好飞机飞过去了，好，那今天都是餐车哈，都是餐车市集。啊，这个叫做全手烧。你好。你好。哎。哦，很香啊。没有闻到。哎。点点点，应该是闻得到的吧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加油，好，米制的鸡蛋糕，好，第二家动心冰淇淋，这个之前在夜市有拍过，好，这边是椰子水。帅哥，狮子座，180，然后未婚，然后身高185，然后体重75公斤。帅哥180，没有哎，没有，都不是我，一张都不是我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哎。好，那今天这边就是这个台北媚酒之王，好，各位朋友参考一下，谢谢。这个叫做老刘汉堡，啊，串烧，哦，日式炒面，还冷呢，这还蛮平价的哦，这炒面一份才80。塔可餐车，角乐子港仔厨房，这个是薯条，用餐区。这个是还没想到名字的汉堡餐车，你好，哎，哎，哦，还没有想到名字的汉堡餐车，哎，你好，哎。啊，最夯的应该就是木曜四餐车了啊，那还有明星过来。好，这个是。双肠鸡肉火腿堡300块啊！嗯，它来自台中的柴窑，这样很有名啊、哦。而且它这些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应该少个20-30块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加油。哎，
好像很难拍到哦。OK， 拍东西哦，等一下你拍东西。今天就是这个一日店长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木曜四餐车，但现在人太多了，过不去了，所以我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来尝尝看他们的餐点。好，这边叫做打卡咖啡，然后这个是太古了，应该是泰式料理吧。墨西哥卷饼，这个是邓爸卖酒，上次有看过。蛮有趣的，叫做善良肉圆，两颗130。稍微比较高价一点。这家有好多人，叫素潮。它有名应该是因为这个巨大的肉卷啊。香啊！应该也要等到天荒地老。哇塞！早点回家，迷真骂咸水。
久。这叫做哦，咖啡杯杯呢？对，你看。哎，我先逛一下，谢谢哦。哎，哦，那这个大哥感觉是很有气质，然后这个女生很有这个味道哦。好，叫做咖啡杯杯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前面那个那边有很有名的，已经塞爆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木曜寺啊，前面是木曜寺，在前，他们在前面、啊。对对对，你看前面一群人哟。哦，那你是？哎，那你会就是到处吃东西，介绍吃的。哎，对。那你觉得这附近哪一家最好吃？目前觉得最好吃是这个。哦，你刚刚有买这个？之前有买过，你们可以买来试试看，他们章鱼烧蛮好吃的，但是个人觉得市集的东西都稍微比较偏贵一点。应该租金的关系吧、哦。那你们平常在哪里啊？我们平常就是有市集就到处跑。哦，是全省吗？哦，这样。好，那大哥是老板这样哎、欸。我不是，我是工读生。哦，因为大哥。我就是老板。哎、欸。老板。你好。哎、欸。欢迎 YouTuber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这样加油。谢谢。好。哎，那美女很有气质啊、哦。那要关心你们粉丝团啊哦。我知道我们的粉丝团。才会知道我们在哪里嘛哦。你们是 IG 吗？还是粉丝团？咖啡杯子的杯，啊，两个杯子，咖啡杯杯。是 FB 的。对，脸书。哦，好。先录个粉丝那一个。嗯哼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加油。谢谢。谢谢，哎，好，那就谢谢美女的说明啊。这个上次有看到，你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就是越南面包，应该在这边算比较平价吧，哈哈，脆皮越南面包，感觉越南面包比较平价了。这是墨西哥猪肉塔可啊、哦，明太子热狗堡，啊，这也蛮特别的啊、哦，热狗堡。好，这样应该全部都拍到了啦哦，现在就只剩那个做生意那边我拍不到、啊。要买很难进去啊。现在赶快点赞啊！一张，我觉得自己贴就算了。你刚买什么？我刚买了两杯红茶，然后一个广岛烧，再一杯红茶。听起来很多哎，听起来很杯红茶。你好，我想要点，那跟哪位点？我就全部贴上去了，都可以呀、啊。哦，好。啊。那跟点哦，好好啊啊，那就你五花广岛烧好了。哎、欸，要喝饮料吗？好、哦，不用。好，哎、欸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、欸。56号。
好啦，五六。在一份牛的广岛烧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很热，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脖子上这个超级凉快啊，对对对，好，这业绩加油，加油，嗯，什么？你要喝饮料吗 ？OK， 好，好，嗯，好，这边54号，好，那这个美女就是这个木曜室的固定班底啊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哎，对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曾经有看过阿公，哎，对对，曾经，对对对对，加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可以给您拍一张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邱小姐，可以给您拍一张吗？哈，好，一二三，好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对，因为他是要塞出了耳朵，要点餐吗？好，那就开箱试试看啊。谢谢。啊，要什么？可以，你要拍一个。好，那坚持到四点嘛，哦。对。嗯 ，OK， 明天就不会过来了啊、哦。明天不会。嗯嗯嗯。但明天这边还会有。嗯嗯。哎、嗯，好。好，对。然后一个广岛烧。嗯嗯，对对。哎、啊。我帮你跟他讲了，那牛的还是？哎，那牛的是牛的。哎。湿哒哒。哎，那今天天气很热啊。好，那价钱在这边。你好，要什么？我是刚刚那个店长点的那个牛五花广岛烧，他刚帮我讲，但是还没有完成点餐。好，没问题，这牛五花广岛烧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木曜餐车，好，那开箱看看啊。好，那现在就好了啊、哦。那再拍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又换了一个动线喽，大家。对，好。自己 Q。Welcome to Taiwan， 哇、wow、哦 ，OK， 哦、okay. oh, ，很可爱啊，啊、oh, ，好，好了，台湾 Yokoso， 哎，台湾 Yokoso， 好，很可爱啊，in Taiwan， how long？Yesterday. Monday, but. Osaka. Tokyo. Tokyo. 对。好，那现在就开箱试试看这个木曜室广岛烧，160块，看值得不值得啊？有点小贵啊，但是这个美女加持啊。好，上面满满的柴鱼片，应该还有很多美乃滋吧。还有这个中岛浓酱，味道是对的啦，但是，哇塞，蛮薄的啊。有很多这个豆芽菜跟高丽菜啊，但是个人觉得应该跟日本的广岛烧有一点不同吧。感觉上这个面是没有炒过的，感觉上、啊。好，那就希望这个店家加油啊、哦，那个做出更好吃的餐点，个人觉得就还好而已哦。好，那分数是75分，哦、还可以而已啊、哦，没有很好吃。
啊，那个上面跟下面酱没有融合在一起，或者是我没有拌啊。那照理讲，这个广岛烧应该是热乎乎会很好吃的，补补啊。好，加油！好，那我也加油。那当然，这个木曜市是这个非常火红的 YouTuber 啊，那就希望这个阿公加油啊，啊，芝芝加油，赞。那当然，人都很亲切是满分的啊，这样可以了啊。好，那就希望日本来的朋友在台湾玩得愉快。哎、欸、哎。欸他の他の戏，无聊无聊，哎，他の戏，哎，好，拜拜，哎，さよなら，哎，拜拜。好，那最后就简单的逛一圈了哦。那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好了，就多加油。那讲太多，我应该会被搞。好。哦、懂就好了哦。好，那希望将来如果我有开店的话，各位朋友对我的这个评论一定要很严格哦。你对我很严格，我反而会很高兴的哦。就哦，吃不完哦，点点点点点啊！好，很强烈的阳光啊！哇！好，那希望这个永和的妹妹你看了会喜欢的、啊、哦。今天那阿伯是完全没有睡饱来拍片啊、哦，大概只睡两三个钟头而已。希望你喜欢啊。啊、哦哦，这种影片这个点击率低，然后又比较辛苦啊、哦。好，那个咖啡杯杯的话是那个美女店员真的是很吸睛的啊、哦。我可能刚好休息去了啊。哦美女本人，宝贝。好，那下次要买这个看看啊！他下一个市集，他们应该也会来。今天本人今天扣打用光了。朋友啊，我的扣打用光了。好，我再猜那个冷面应该会比较好吃一点啊。还有哦，哦，拍过了啊 ，OK， 好。然后我就用手吃这样子。印度人，印度人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还有一杯什么的？谢谢。哇，好赞。有给餐具，没有多收钱，没有多收钱，餐具要另外给，五星，没关系，我一个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吃完，吃好了，什么意思？结束了，哇，然后。
扫把我准备好了。地上还有第二张，我有第二张吗？我还有一整叠。但这样我不用打扫了，对啊，辛苦了之。那我们今天一日电脑 PK 就结束了，那我们大家就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看抢单哦。如果未来想看我跟之有其他合作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我爱你们，拜拜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永山愉快，拜拜。